分家人分数目工这份老师林彦甫，将台湾 Hinoki、台湾柚木等等的在地木材，介绍给来自包括尼加拉瓜、巴拉圭、贝里斯、瓜地马拉、甲洪都拉斯各位友邦的国家学员来熟悉。这是劳动部分家人分数甲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合作，首次有友邦国家伫瓜地来开设创意目工制作班。这次我们规划的课程主要是以台湾的特色工艺为主，包括我们介绍台湾特有的这个柚木、槐木，还有我们用台湾的这个细木工的工法，那带领这些国际的学员制作出有台湾味的桌子、椅子、柜子。拉丁美洲国家的木工较重视木雕，台湾的细木工则是讲究工法结构。课程的内容包括凿削、钻孔、榫接等等。专业的内容嘛，好来自洪都拉斯甲有开设木雕加具行的学员，专程来到台湾来学习。Honduras soy diseñador de muebles, tallador y escultor. Creo que tienen una técnica bastante buena, son más precisos con lo que hacen.这次来自拉丁美洲各个友邦国，总共有25人来到台湾受训，希望藉由安尼的合作，将当地台湾木工艺传到友邦，宣传台湾。南台新闻小编郭田采访报道。